好，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会为您讲解李轩豪八段对阵郭子豪九段的另外一盘天元赛。对，那这两位棋手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对，这个郭子豪一直也是以力量而著称。是的，对，那李轩豪呢？李轩豪，我感觉应该算是比较大局比较好吧，算哦，是大局型的。我觉得李轩豪应该对 AI 是非常熟悉的对，但现在的棋手其实大家也都是天天跟 AI 讨教的。对，但是我觉得李轩豪是在比较熟悉里边算是挺厉害的，应该哦，是是。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盘棋他们俩的发挥，因为也是12点半开始的话，也进行的比较多了。对，也是下了很多了。我们这个角度是怎么算的？从那边。二是这儿吗？啊，这个吧。对。这个很像。黑棋这个星小目挂角，对，然后接下来的定式应该是有点出乎意料，就是相对也还好啊。这个最一箭，近。对，一箭低加应该顾子豪，你那个顾子豪是有准备的，哦，面对这个挂角，因为我们不是经常见到这个比较多吗？因为可能现在黑的这个小目啊，冲着白棋的原因啊，如果比如说白的小尖，黑棋应该会上方怎么守个角？这样，或者大跳就这三个都有可能，这个其实我也觉有得可李轩豪的话是这个或者大跳，对，能。啊，小跳这大样。跳这两个选一个，因为他下这个两个特别多，我印象中，而且对之后这个点三三之类的变化是甚有研究，比较有心得，所以针对于这个对手的心得，小姑就选择了一个打破你的意图。对，一点低加，那飞鸭冲断。对。因为白棋已经紧夹了嘛，所以如果再爬的话，这个子的位置就不好。对，他一箭低加，肯定黑棋飞白的，肯定要冲一定断。要冲断。然后黑棋是选黑择棋打打了了虎。虎，然后这也是必然的。那么这个时候白棋面临选择了。那像原来的定式有搬棋的，那么在今天呢是已经看不见了啊，这个搬对，棋。过去是黑棋虎完，然后跳下来，对，或者是尖。这个定式白棋再搬的话是稍显过分啊，无理。那么白棋就怎么补一补个，啊？怎么补是一个学问了。怎么补在哪？那么这个地方呢，补法有拐吃，有小飞，有小尖，有跳啊。这个地方有4种补法，怎么有这么多呢？这地方，那如果是你，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我是比较喜欢小尖，然后黑棋小跳，那么白棋到上面挂角。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棋的时候，好像是这个比较多。但是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虎啊，咱们学棋的时候这个定式稍有不一样，是这是样的这一样个的，定对，式，对，这样。等于是差了一口气啊。这个长和虎的话，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等于是把白的气紧住了。那么你再飞的话，这个软头这就是比较关键了。比如所说黑的一以，会儿压一压，或者是白的拐起来这个头都要差一些。对，所以现在是这几种会比较多，对，小尖，我觉得小尖和跳是，那大致更我推觉荐一得些更推的。荐这两种下法，一种是小尖，一种是跳。那么今天呢，顾子豪是跳。然后这样的话，黑棋走完之后，它能够挂到这个角，对。是他觉得这个配置会比较理想。我之前借深圳序好像下过黑的压这个，白的粘住，黑的跳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定式。就等于你跳的话，别人压你这个地方不要再虎了，你要再虎，由于你这个地方，别人比如说或者跳有各种各样的借用。这个地方白的就有点无理了。等于是你跳完这个地方，别人压你是要粘住的这点要知道。你跳完你要虎起来，这个就有出点问题无了。理了。那么黑的这盘棋直接小跳，那么白的再挂，那可以看这个跳和尖，其实这个就比较体现风棋格。手的个人风格，对，跳显然是撑撑得得更满满一一点，点，对，但是但自己是也味道弊坏一端就是这一代其实黑棋以后很有可能是深入白棋阵营的。点，对，那这个呢，反过来就是我小坚尖，实，但是你效率就没有这种五路那么对，高。没有跳起来效率那么高，但是自身呢也更加的厚实。好，挂角。我挂角，黑棋点三三。对，现在确实之前，小飞挂很多时候黑棋是跟着应，但随对，着最近大家觉得飞压黑棋就一飞。
好像很多场合黑棋就觉得也可以不走。对，好像我记得人工智能刚出现的时候，反正基本上面对挂角呢，它都是一飞或者一尖啊，觉得被飞压得还不舒服。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好像又觉得飞压也还好了啊，就给你飞压就飞压吧。对，说明 AI 其实它自己也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它的一些想法。对，它也在变，所以说你有时候不要盲目的信它啊。对，有可能比如说我之前喜欢点三三，然后你们说这个应该飞，但其实随着它的推移，哎，这个下法也是成立的。对。那这盘棋黑棋是点三三。它也是善变的。都在进步，我们一起进步。黑棋把这个三三点了，那么白棋上面飞压。但这盘棋呢，黑棋是选择了跳出跳。对，跟上盘选择不一样啊，这盘他选择跳。那么现在该白了，这时候白棋又面临选择了，我飞压完我到底是走哪儿呢？对，因为眼见的其实下面也是好点，对，然后当然上面继续扩张，比如说经营这边，其实想抢的地方很多，比如说我这我走一个或者跳一个，我能不能围住？啊，这个也是，这要是全是我的了，这看着也是非常的壮观啊，这个画空。但我总觉得你围在这儿有点欺负我的感觉。我围在这儿行不行？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好点，那么下方，哎。这个 B 柱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场，眼见的好点。好，那么这地方要白的想抢先的时候也可以靠上去。如果我搬。我搬。这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如果黑的搬粘的话，白的就抢得了先手。比如说这边。再补一个。哎，小一点，这个看着扎实了也是可以考虑的。对，因为这个我总觉得你就这样就把五路空全围住了，我总觉得你这个虽然我也不知道这能不能活，但总觉得我有点想法。对，总觉得我这看着是吧？对，我从这儿开始嘛，比如我就一步一步的在里面，我觉得也是有点负担的。对，当然这个就是看风格了。对，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体现每个棋手的风格。这下面也是眼见的超级大场，那么实战。顾子豪选择继续压。那他还是想经营整个这个左边的阵势。他是压着围空的，他说这个效率看起来最高啊。那么黑棋相应的就能抢到这个好点。对，这个也是眼见的，肉眼可见超级大场。这黑棋一走，白棋这三个子就有可能变成孤棋了。而且这下方的实控非常大。那么白棋一逼住呢，自己也有实控，这个子。还能再救出来，对，所以这种是双方的消长，不，双方的关系，双方厚薄的又带实控的要点。然后白棋，看来辜老师的风格还是要撑得满一点，一步一步的把这边做强做大。对，当然他有了这两个子的接应呢，也为自己的这个撑呢又多了一点点保障。他没有围在这种地方，他说已经算客气了，对吧？我这来个大飞啊，是的，他说我已经。但这时候，决议给出的选点，我看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决议这个地方，他现在黑棋，他觉得这块白棋呢，你围的有点大。那我怎么破空呢？我要这么破空啊？这一靠啊，这个只能说确实是决议的风格。对，这个人肯定是下不出来的。你要往这儿，你说我是。破空往这破，那是非常难以想到的。对，我可能比较像滑标的感觉。对，你这主要是也不知道在干嘛，这是反正往他身上一撞，对啊，你说我们的感觉像这种什么，我搭你一个嘛。对。结果我一跳，你还靠上来了。像我们去破空肯定是在这一带或者这一带啊等等，或者这一带找找头绪，觉得像这种招法，我觉得就是看看就好，因为人是不可能下出来的。对。只要双方不可能下出来的。棋呢，就基本上这个就是只能欣赏。对，而且我始终对这个 AI 就在短时间内的计算力其实也没有那么靠谱。感觉在这种我们一般用这种观棋软件的时候，它可能只有10秒、20秒的思索，也不是那么的充分。对。那现在我们看实战黑棋的选择。对，这个就是比较像比较像人的下法。对，一步一个脚印，是个大场。白棋搬下去，搬连搬。白的是搬，我第一感看这棋形特别想白的冲了顶，直接顶吗？对，因为这冲了顶之后呢，黑的上方棋形不是很好走，因为黑的断点比较多。我怎么补呢？黑的有可能就吃一下就不走了，
啊，因为断点实在是太多了。你说你怎么补的不舒服？对，你说我要是补在这边，这外面有断，那你要补在外面，里边有断。嗯，然后补在里面，你补在里面也太委屈了，这个地方对，一会儿被白的一立，啊，黑的棋形不太好。那这种地方黑的补不好的地方，索性就不补了。对，应该是会脱先，继续走啊，就是看得见的比较大的地方。嗯，那么实战白的是搬了连搬，走在了外面，那么黑棋就黑的自然而然的就走在里面了，活角。而且这颗棋子对以后这一代的借用是有帮助的，对，很大。因为白的，你看白的现在就是要围这一块大空，对，应该说全部身家都压在了这条边。是，那你说就算以后拖一拖啊，这对不是空的话，也是一个啊，这个说明这个跳还是非常大的。嗯，然后白棋继续扩张啊，拐一个，嗯。哎，这回这块空看着比较坚实了，踏实多了，嗯，啊，这又多了一步拐。黑棋飞，啊，黑棋往角上飞，嗯，啊，白棋这时候跟着靠住，哦，啊，如果不靠住，我觉得他肯定还是担心这个地方走进来，啊，是不是会被出棋？嗯。因为确实空间还是有点大，比如说眼见的，我就往前跳，这种你可能得联络是吧？然后我这有个先手，我就再往前怎么对走一走，或者我这一带可能还有点先手，就我怎么组合一下？感觉白棋一旦这块空被破了，他就有点不知道自己之前所有的付出都化为乌有。对，白色如果你要说这块基本空被破了，那白色就非常落空了。嗯啊，因为白的外面，你说这层皮也看不到什么发挥的作用，那黑棋的实地还是啊比较明显的，包括右上角还有个角。对，所以白棋还是说尽量的加强一下自身。嗯，好，那这飞两下黑的还是很舒服的。那白的这拐之前要不要跳掉？早知道现在被黑的飞两下，是不是跳掉算了？嗯，但是跳掉对白的来讲，这下跳呢又不太肯。哦，有点损，这样的话，嗯，黑的这块就是一个铁后，啊。不过从心情上来讲，如果是拐被黑棋先手飞两下的话，嗯，感觉上主要是这里面其实味道还是有点坏，只能说白棋的这两颗棋子肯定对这边起到了一些帮助，嗯，但其实看起来也多少有点味道。嗯，是的。嗯，像这种跳可能跳了有点后悔，不跳更后悔，这挺难判断。嗯，那么黑棋先手定型完之后，嗯，继续走这边啊。很多棋我觉得都是当下完之后觉得不太好，嗯，但是没下前就不太肯，也意识不到，对，嗯，或者是啊觉得那么下也不太好，但是下了之后觉得啊可能这下法还不如那种下法呢。嗯。现在呢，黑棋在威胁白棋这三颗棋子，白棋出头，嗯，啊，白棋是从这方向，正常出头是啊尖冲的更多。对，比如如果你走下面，啊，我可以嗯再出头，嗯，感觉轻灵一点这样的出头。如果我贴，你可能也会跳啊。对，他觉得这样黑的走两下呢，我觉得白的始终是不是还是在瞄着你黑的这里的一些弱点。嗯，所以可能辜老师的这个拐，他总觉得其实他是有后招的，嗯，对，但是如果我简单的就把你装后了的话，我这颗棋子的效率就降低了。对，他不肯，他还是希望呢，我如果这边后了以后，也许我能够进来。嗯，但这样的代价就是黑棋这边会变得越来越厚。嗯，黑棋冲，白的退。哇，黑棋其实很舒服啊，因为白棋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眼，对，然后需要自己跑。对，而且你的跑其实是对着我的这样一个比较坚实的实控，嗯，等于是如果黑的把外面走后了，再把里边的实控捞到，嗯，等于是白的这个处于一个单关的往出跑啊，这个等于是里外都被走到了。嗯，白的跳。对，不知道看上去总觉得好像黑棋还挺愉快的，就是这边这边也都走到了。嗯，黑的虎啊，嗯，这个补枪。对，白棋搬一个。这个时候搬的用意是什么呢？
般黑的如果挡、嗯、我再虎一个。好、哦。那你要打吃的话，这个地方我应该就要来了，我要出招了。嗯、感觉有点东西。对，我这一点啊，看上去好像黑的有点危险。哎，黑的挡，白的一般啊。这个地方由于有了搬了虎的这个多了一个子啊，嗯，黑的是有点危险了。那如果你要不打呢，那你补一个我这一搬啊，反正我活到里面了，活在木上。嗯，这应该白的搬的用意。对，但是这时候搬好像是个后手。好，黑棋选择了尖了，补在这儿。对，我感觉下到这儿的时候，白的这串是不太理想。嗯，因为黑的可以看外面多了好几个子，而里面呢，黑的这空围的也非常饱满。白的等于是这一串单关啊，这个需要联络回家。对，白棋想尖。白的不是白的先。啊，先挤了一下。挤，哎，这地方白的挤一个很有意思。嗯。啊，正常来讲是冲。黑的挡，白的尝一下，但局部没有活。对，这样的话，白的局部可以做成一个先手眼，但是呢，还是没活。啊，这样黑的稍微厚实一点。嗯，挤一个要难受黑棋一下。对，如果以后挤呢，可能黑棋为了这边有可能会补在外面、啊。对，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呢，我脚上就有一个做活的余地。对，或者我现在再搬一个啊，这黑的也比较难受。嗯。嗯，那黑的为了这个破坏白的眼型，黑的要退。对，但这样的话，通过这个交换，白棋在这一带就会留下一些借用。对，留下先手什么加呀等等的借用。嗯嗯，然后打飞，但感觉上还是黑棋两边都走到。嗯，对。然后白棋是把上面打拔。啊，这个确实。白棋现在一步一个脚印啊，继续把这个打拔了。嗯，打拔完，我估计白的下手一会儿再继续什么尖顶一个，这都看得见挺大的。嗯，现在黑棋其实是面临一个选择，嗯，是继续在这一带怎么经营，还是说去浅削白棋，还是怎么处理？其实黑的中央往哪走一个挺大的、看上去也是一个好点。比如说这飞一个、那我这样都能成控啊，这个效率也很高。嗯，这时候就是判断了，如果黑的觉得我简单啊下下就赢了，那么我先把这个拖了，是不是？嗯，对不对？你一般我把这个虎了，我先各种先手定型啊，定型完我再一围、啊这个，但是这需要强大的判断能力。对，那我们看实战黑棋是什么选择？实战黑的，哎，从这这个是啊、哦，他想用这个地方有点先手。对，黑的等于虎啊，那这个贴变成了绝弦，因为白的是永远无法容忍被黑的挖出去。就这边因为没活嘛，不能轻易的被分断。尤其不是这个挖，这个主要是被挖出了白的这个棋形，就等于碎了。对，就是裂形、也就是说这边基本上看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白的会走在这儿。对，就我不会当天贴，但是对这一带的对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所以黑棋可能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应，他是想进来了。他说我要在这边做点文章，啊，搞事情。嗯。你的这个空呢，我还不太承认。嗯，但这地方马上白棋得补。如果你再走外面的话，这里面的对杀黑棋就对这样再一扳，贴了一扳，嗯，白的气就不够了，慢一气。所以白棋要冲，啊，就是这样。再一走，然后白棋是打吃。啊，因为这地方还是欠一个跑。你说我现在拆二、那么黑的一跑，啊，这个地方白的就难受了。刚才说过这个地方基本上永远都不能被挖出去，那不挖出去下步黑的一拐白的就死了。是的，所以说这个是先白棋要补断，但这样黑棋一拆一，我们说之前白棋经营了半天的这个阵势好像黑棋已经搭出了一个小堡垒。对，那这么看上去好像这盘棋黑棋的布局还是比较成功的。对，是的，现在
可以看白棋全盘的目数啊是非常的堪忧。嗯啊，除了非常厚以外，这边上面非常厚，这中央也非常厚啊，但是看上去实控肯定是非常危险的。嗯，那么现在白的关键就是，哎，这个地方能不能搞出一些事情来？嗯，他是走顶，然后搬。尝一下，嗯，尝的话，对于黑棋来说，再一飞就活得很干净，一定要挡。因为白的如果再一活，黑的受不了，黑的自己就不活了。对，这必须得挡。然后这个时候白棋面临选择，白棋其实直接挤上来，局部就有一个打劫。对，但是呢，这个挤是很损的，就是这个劫，首先一旦如果黑棋以后走的话，白棋外围还是这个劫。白棋可能有点打不起，比如说黑的尖刺一个，嗯，正常你要粘，然后我以后还可以挤了再提，我是带想的。对，等于是白的你打劫可以，但是呢你现在这个地方欠着一个断点啊，你是不敢轻易直接开劫的。对，那所以我们看看实战啊，白棋是造劫，先去在这一带适应手加一个，加黑的应该是只有粘上，嗯啊，这是白的权利。然后那就没有造到劫，白棋还是说继续寻找头绪。这一带，对，这个地方等于是白的当做先手便宜了，放着不走。嗯，那放着不走，这棋如果白的当时不是顶了班啊，单场会不会更好一点？啊，这地方单场的话，看上去味道应该更足一些。那白的，单拖至少感觉不用全部都交换掉，比如说我一会儿可以提了打吃啊之类的，多一些别的选择，比如说我如果是拖一下，然后这边的气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你想，这个顶永远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嘛？嗯，那我是可以选择保留或者啊怎么样去做决定？对，这样的话，其实跟如果说再去造劫的话，黑棋其实就没有那么好消了。嗯，黑棋消在哪儿的话？白棋至少不用去交换这几下，或者白棋是不是有这种担心呢？黑棋从里面啊，要全杀白棋，好，占据要点。啊，对，这个需要。那我点进来，我点黑的粘住。嗯，啊，这地方非常复杂。对，我估计他应该是有这方面担心。嗯。但总之啊，这个顶了扳实战这个打劫并不严厉，对，虽然说有个打劫，但是白的等于是这个劫开不上来。嗯，这样的话感觉黑棋的这个作战是成功的。嗯，毕竟黑棋就等于说花了一手棋就把这边破得这么好，而下面如果白棋暂时不敢走的话，黑棋总有补的机会。嗯，对，白的尖冲，嗯，跟着硬。看来黑棋就是觉得这样的话，你依然没有造出劫材，我就跟着你硬。对，等于这个劫呢，白的一时半会儿啊是开不上来的。嗯，那白的开不上来，黑的就也不走。对，黑棋长，白的搬。哦，白的搬一下，黑的长。嗯，白棋小飞。嗯，一起点。哦，点一个。啊。这个是破坏白的也行，总之你白棋让你啊在这双，这双一个是一个单关啊。对啊，白棋先长，长是白棋的权利啊。嗯，白棋长完再啊，黑棋就补劫了。对，但这样补完里面啊，补完局部白的是搬了这个一路一丁啊，是可以活的。但可能你盯的话我就打吧，就是你回去的也不是那么多。对，但是因为黑的这个团啊现在是先手，那如果不走呢，其实白的还是有一个打吃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打吃完一间断啊，白的始终欠着一个断点。嗯，所以说白的想办法要补断啊，所以黑的团是先手。嗯，那么白棋粘住。但即使粘完之后，其实这个局部白棋也没活干净。对，白的是一只眼啊，这个地方只有一只眼，是个盘角去四。嗯，所以黑棋继续打，白的提劫。嗯，
那么黑棋冲，白又是一枚很舒服的劫菜，也是在破，就是避免白棋有做眼的可能。嗯，冲了提劫，白的粘上，对，黑子再跳过。嗯，啊，其实黑棋就是想先手交换两下。他也不是说一定要马上追究你的问题，对，他还是觉得先把自身走。你说白的你补一个，然后黑的顺势跟着你尖，或者是觉得哪里大，比如说这里出头大啊，我再决定走哪里。嗯，所以黑棋的这步棋也体现了一个他对局面比较满意的一个态度。嗯，因为如果他觉得形势特别不好的话，他可能会动一动这一带的脑筋，中央靠一靠啊，这个找点头绪。对，毕竟黑白棋这里还是欠着一个断点。嗯，对。但实战他是先联络。那么白棋实战的这个招法也可以看出啊，白棋对现在的局面是不满意的。哦，这个扳了连扳。通过这种手谈的语言就可以看出双方在目前是达成了共识，对于局面的形势。嗯，对，因为棋手下棋其实啊，像如果白的好的话，这个棋白的很有可能现在就是很稳的一粘啊，他觉得这个局面已经非常不错了。对，那这个实战这个扳了扳肯定是说明啊，当天局面呢没有那么乐观啊，需要拼搏。对，但这种招法对一般黑棋就是冷静的这个单打是白棋比较痛苦的，因为这种劫是缓一气劫。嗯，但是由于现在黑的也非常重啊，嗯啊，黑的要小心这个地方，你要真的被白的开上来那就不得了了。是的，所以要先打这个劫。嗯，白棋压跳提啊。嗯，其实这时候白的一提劫，黑的啊也挺头疼的。对，那为什么说挺头疼？你说我自己补回来，那我早知如此，我就不要跟你交换这一下。要也便宜的，不是的，对，这下是便宜的。但是呢，这粘过来之后，黑的发现，哎，我怎么粘了半天，我自己还没活？啊，这一点，哦，这局部如果白棋也活了，我这个走一个活了的话，黑的局部还没活，啊，黑的还是个死棋。嗯，但我如果补在这儿的话，对，补在这儿的话，黑的又有难受的地方，白的上面打赤先手。这一冲先手呢，啊，这个断点又没了。对，等于是白的通过这个扳了连扳啊，已经把中央的断点给防住了。嗯，那白的下手棋可以直接把黑的飞进去了。对，啊，补在外面，这个。是的，所以从这个扳的这个后位来看啊，就是这个地方也是顾子豪很强的地方。对，就他在补这个段之前，他会先去考验黑棋。嗯，看看你这个地方，这你到底怎么走呢？你说我黑的，要不团一个啊？这个但是棋形就太丑陋了，嗯，而且以后还是有这种冲的可能性。是的。那么实战这个地方李玄豪看这个地方补不好了，我不补了，对，我先不走了。那刚才说过你这个地方白棋需要开劫，嗯，但是你现在全盘没有劫。对，如果你贸然的走在这儿，那么我这一手棋已经减缓了就是你在这一带找劫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下一手一消掉你自己也没活，所以这是白棋不太可以的。对，白的也不敢开。嗯，白棋是啊，不断搭住，白的是靠一个去不断。对，然后黑棋是提的劫。嗯，黑的这时候再回到提劫。对，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因为黑棋其实也可以跟着应啊，你比如说黑的跟着应，但是这时候呢啊，这个地方欠着一个劫，那么白的可能可以考虑我就直接动手杀你这块了。嗯，你受到这个的牵制，比如说我直接二路点，对，本来你可能可以挡，或者是这样，对，我等于是外边随时有一把飞刀啊，而且是肯定的飞刀，就可以连坐两手啊，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飞刀，比如说把你这块棋吃掉，嗯啊等等的可能性。对，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嗯，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还是先提劫，哦，白棋没有白的，对，白的不知道走什么了啊，因为白的他是自己在提坏，他也不知道这个在提什么啊。对，因为现在不是对黑棋马上叫杀的劫，所以白棋是不舍得用这边比较损的或者说卖变化的劫材。嗯，他也要找中央的劫材，他就直接挖了。嗯，挖断黑棋。对，然后黑棋是定型了一下，提
啊，这时候可以看白棋这个是啊，这个要把黑的中央说要全部这个歼灭掉，因为本身被黑的先提朵花是比较损的，而且可以看这个比如说断啊，白的自己自身也没活，嗯啊，但是白现在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准备把你的中央全部弄进来，嗯，看看你怎么做活。对，本身这个棋正常来讲黑棋会想办法，比如说长啊虎啊飞啊等等处理中央处理的啊，嗯，但是现在黑的实战下的题，嗯，他觉得好像他判断了一下，认为如果你只是小小的吃，嗯，就不是这种全部围上的话，我的实控还不错。嗯，那这步题呢也可以看出黑的还是对形势比较自信的，他觉得先把你吃了，你中央能吃一些木，但是你的实控啊应该是不太够的。嗯，那么白的吃，然后黑棋飞。嗯，白的拖，拖脚，黑的，对，由于黑棋这三个子还是比较厚实的，嗯，所以在这一带呢会选择一个相对强硬一点的下法。现在白的搬这个局部这个定型非常有意思，对，这个次序就是，啊，如果我没有看次序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像大家熟悉的二路搬，然后就打了爬，正常来讲白的这个子应该搬在这里啊，是比较正常的，可能会下，那黑的也是会打了一爬，嗯啊，可能会下成跟实战比较应该是一模一样的结果，对对，但实战的进程很有意思。那现在白的再打这个，对，那这样就是还原了，对，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就在比如说这个新小飞或者是像这样大飞手脚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定型。黑的长，嗯，白的把这个给封过来，打两下，啊，打两下，嗯啊，可以看下手贴其实价值是非常的大啊，这一贴就把这边的头给封住了，嗯，但是呢由于现在这边落空啊，你这如果你走这个，那么这手棋也很急迫，黑的比如说往里跳啊，你这个地方不太好围，只能选择围一边啊，你要围中央呢上面肯定就没有木了，嗯啊，所以说他这个贴虽然非常大，但是现在白的来不及走，嗯，他还是要先把这个口给封住，因为如果封住这个口，嗯，尽管黑棋从这边可以穿进来，但他至少护住了中央的实控，对，嗯，然后掰一个，哦，断上来，断，也是下得很拼。那么这个地方如果黑的打吃，那白的肯定是选择给你打住啊。虽然说这个有打劫，嗯，啊，但是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先给你打劫。而且可以看黑棋这地方有大概三枚劫，但白棋这地方啊，可能有4到5枚劫材，嗯，啊，所以说暂时这个劫啊，黑棋是开不上来的。对，而且这个劫对黑棋来讲非常重，嗯，白棋如果削到这儿的话，黑棋整块都不活。但这样黑的提一个，比如说拐，啊，嗯，这个是啊比较正常的一个收束进行。嗯，实战黑棋是保留了这个变化，直接拐。实战我感觉这个下法是比较啊比较像人类的这。我这可以吃，但是呢被白的封住之后呢我不知道怎么走，那我走不好的地方先保留，先放一放啊，走不好的地方先不走，嗯，那白的就把这个就把这边补住，嗯，黑的啊非常稳健的继续往里一步一步这个往里伸，对，其实从招法上看感觉黑棋还是觉得对局面比较有信心，对，他认为就是这种程度的清削就够了，嗯，然后白棋搜刮一下黑棋飞，嗯，挡住挤一个挤，嗯啊，这不挤是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粘我是不是要继续搜刮吗，我如果就粘住啊，我们来看看他要干嘛呢，这一带我有什么犀利一点的招法，我总觉得还是说我就虎一个，那如果虎的话我黑的应该还是会粘掉这下，对，嗯，但由于你有这一点先手，我觉得我比如说白的现在扣吃，吃一个，
啊，这是有可能的。那黑的吃一下，然后怎么做活、啊？有点不舒服。你走这个会被叠。但是我会不会再往出抠吃呢？啊，因为白的七星也不太好。嗯，这里我吃你是要贴在这儿的，所以这边也挺薄的。啊、吃应该算白的要双啊，双应该是算作先手。哦，那就是这地方暂时没有什么气。对，一吃。白棋双完一粘，那你双的时候我不能反击吗？嗯，我脚上有冲的，就是白的棋形肯定有点薄，但是暂时呢，黑的没有办法一下把白的击溃。那我挖一个。哇，这么犀利吗？我总觉得你不，你要是提前双掉我就算了，啊、你居然说我走的时候你要双我，我那这地方算我双一下。对你还是我们看得简明一点啊。对，因为要不然我总觉得你。还有点想你要弄我有一点点想就是追求白棋的保卫吧。啊，但黑的现在应该还是能把它吃。嗯。总之我觉得黑的这地方应该是出现了一些误算。哦，实战我们看它怎么下的。实战黑的虎。哎，虎一个。那就白的打吃。黑棋粘上。这是他的先手权利。啊，但是虎完之后我觉得虎了一下他已经发现他出现问题了。啊，因为虎完。哦虎完之后，如果你黑的粘，那你这个虎和一路打，黑的这一下就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虎有点像是对面派来的间谍，就是本来这个棋形其实是白棋特别痛苦，刚好你一吃被我一恰打，就是不成立的。对。但现在多了这个交换之后，哎，我一扳，而且你会发现你的气还是紧的，你粘在这儿，我甚至可以提在这里。是的。那黑棋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位，等于是对虎被白的一打吃的时候呢，黑的发现，哎，我这两个子好像不敢去连了，嗯啊，连不上了，是的，啊，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本来黑的可能想，我估计是想虎白的提一个，然后黑的再粘一个，看着比较简明，对，但突然发现被一吃之后，啊，这个和自己想的差距非常大，嗯，整个都不对了，对，应该说从。这一步棋这个交换之后这盘棋突然就变得大幅接近。对。因为原本应该说黑棋一直都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嗯。但这个交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突然发现这个点特别严厉之后他是在这儿补了一手。对，因为黑的连不上了，现在连可能是会直接被点死。嗯。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就留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子。对，这巨大的一步吃啊，本来如果黑的粘和白的粘先手交换的话，那这个逆收大概有十目的价值。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突然感觉到了机会来了，白的扳一下，对，然后尖是先手。嗯，通过这个定型呢，让中府的控黑棋最多只能进到这一线，他再把这个断死。嗯，这样一下子就棋局变得接近了，给棋虎一下，嗯，然后点。哦，我看到这个被现在被打死的时候，啊，这个胜率一下已经是白棋高了。哦，啊，从黑的如果不虎黑的粘上，黑的胜率有90多。嗯，啊，到现在是黑的只有30多了，啊，这一下降的是非常的厉害，这个胜率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嗯，应该。肯定是读秒之后的这个产物，可能想虎一下打将，然后再粘住，但虎完之后突然发现，哎，这个随手棋，虎完之后大块就要死了。嗯，对，所以黑棋现在赶紧想来这里想办法。嗯，就是他希望我在这边的损失能通过这边占得一些便宜，但这个时候好像白棋的下一手也很机敏，白棋是。先来考验一下黑棋脚上尖，对黑的挤，但是可以看白的下法，我觉得白的就没觉得自己这个棋啊已经挽回了劣势啊。这个对，问普通的话就是粘，嗯，但粘是后手，所以说肯定不可能挤了粘、嗯、啊。如果是尖了打一下，就是一个正常的、啊、你说抢先手是吧？对，因为毕竟黑的来点肯定是想看看白的这地方怎么处理，那么黑的点的用意呢，其实是想这个地方能不能搬进去。本身啊，白的是可以把黑的糊死的，对，但是通过这个交换我就可以搬、啊、黑的有一打吃先手，这样就搬进去了。对，原本白棋的用意是搬的话我要断掉你的，对，那你这样再点的话这一下就损了、嗯、所以黑棋先问也是一个挺巧妙的次序。所以说黑的点是一个考试啊，那白的实战
这个兼了虎，可以说是一个反考试、嗯、这个确实是眼花缭乱，这个兼了虎马上它是要加进来，是吧？对，加本身黑的要搬，那么现在可以看这个地方打劫，这个劫对双方来讲都非常重，谁都不能输的一个劫。嗯，那如果我立呢？啊，立的话，这个局部眼形不太对。我这一场，我怎么感觉局部就出事出大问题了？我感觉，啊，我就算搬了，我可能得吼是吧？正常来讲，嗯，啊，我需要仔细瞅一斟酌一下次序。对，我就是你有一种我要完蛋的感觉啊。让我看看你的次序。应该局部怎么走，应该都是至少是成为一个打劫。对，我不太就算挤了猴，有点惨啊。嗯，黑棋总是不可能进活的。对，所以加黑的本身肯定要搬，那么就成为一个啊双方都不能打输的一个劫。嗯，但现在很明显，黑棋的形势已经不足以他再老老实实补一手。嗯，所以黑棋也是反击，他搬一个。那么白的。断掉哇，在这个收官的时候突然双方非常刺激的展开了一番大战啊，这个肯定都是双方估计早就进入了读秒，然后现在这时候又发生一场这个战斗、嗯、那就比谁的体力和脑力好了这时候是这时候就突然、嗯、容易比如说一下就崩盘了，这时候是最容易的嗯啊，因为前面已经大概已经战斗了四五个小时了吧，双方一直是高强度的脑力计算，然后正觉得应该双方差不多准备收官的时候啊，又发生一场意外的战斗。嗯，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场战斗。嗯，那我觉得从心态上，作为一直是觉得自己把握局面的黑棋来讲，面临的考验会更大一些，因为感觉白棋还是比较追赶的。对，主要现在双方可能都搞不清是谁形势好。嗯，那么黑的这时候断掉，断上去。白的打吃，嗯，黑的长，白的粘上，嗯，通过这个的话，黑棋可以把这个子吃掉，嗯，顺利的达成了就是想要破掉白控的用意，但是之前小姑在这的一虎是等待着有一个劫争，而这个劫争呢就要比拼接下来的劫财了，啊，那黑棋这时候。先用掉一枚劫，黑的拐。嗯，这个拐是啊，对，白棋确实都没有活弄。但他跟白棋说：“你这拐是先手吗？”嗯，因为白的现在可以看，我可以先把你吃了，你打中央还是一个打劫啊，但是非常的乱。嗯，白棋硬，白的硬，黑棋再回到搬。嗯，啊，现在这个地方好像黑的是应该立着。啊，立着打更好。嗯。如果立的话，然后白棋是一路飞，一路飞好，飞了搬，反正这样，那不就搬了？搬黑的有可能会跳吗？跳啊，也是有可能的。哦，那好，那就是这样打劫。对，但是上面还是打劫。其实我感觉啊，这个让在一分钟之内都判断清楚是非常的困难。关键主要黑棋的角度应该是他走了这一下，他总觉得这边题材没有那么带响。就如果说没有这个交换，黑棋选择这个图的概率会更高。但是多了这个交换，他会觉得自己这边的题不如就是这边的题会更严厉一些。效果。那么黑的搬这个地方也是啊，双方要展开一世界大战了。这个。对，但这个劫好像。我看因为我削到这儿的话也不影响这两个字的话，白棋还是比较轻的，对，白棋的生命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但是就现在的话必须双方比劫财了，我可能这里有白棋，从白棋的角度这边有劫财啊，中央有点劫财，对，就比如我挖一挖你，这脚上挡也是劫，有可能，嗯，这脚上应该也是劫，所以是不是那你看黑棋如果找白棋的劫的话，那好像是黑的危险，对，你除了中间明显以外，而且中央都不见得一定是劫。嗯，如果我确保我提完之后可以万劫不应的话，黑棋中央也不好找劫财。嗯，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劫财到底怎么样。嗯，黑棋提白的一路搬，啊，这是啊，这也是劫。哦，那这个是劫，黑棋不好应啊，局部就有点难受。等于你越应这个劫财越多。嗯，是的。
那好像突然感觉黑棋就困难了，有点。嗯，是的，实战黑的选择了消解啊。那这个转换能称之为转换吗？这个我觉得黑棋粗粗一看死了九个子加虚控，这个目数好像不是这一点能够对，确实弥补的。不过它中间还有点收获，但是这转换完这个形势差距也比较大了。哦，就中间加这边还是不足以弥补这条，因为中央其实并没有破太多的目数，这个白的还是把最原始的这个目数吃了，那黑的等于左边这块棋从一开始破进去又全部阵亡了。所以应该说最后就是虽然这盘棋一直都比较被动啊，但是顾子豪凭借自己对于这种力量上还有攻杀的敏锐度，就在最后机敏的抓住了对手失误，从这步打吃开始吧。对，我觉得主要黑的这盘棋的败招就是这步虎，如果直接粘上的话白的应该没有这里没有什么棋，那么应该是黑的还是牢牢把握着这个优势吧。那虎完之后黑的突然发现他这个出现了一些错觉这两个等于没有办法，只能被吃掉了，之后形势就已经很难分难解。对，然后在比较混乱的过程当中，白棋还是思路比较清晰，就面临黑棋断上去的一个这个作战的挑衅，他是选择了简明定型然后开解。然后这样的话确实我们刚刚大致的看了看白棋由于有这边还有这边的劫材，对，劫材黑的是打不过的。应该双方都是在读秒的情况下吧然后白棋最后还是笑到最后。那总的来说这盘棋其实黑棋还是有点可惜，对，毕竟大幅度的时间还是明显优势。对，应该 90% 都是黑棋一直在领先但到了最后啊，就是这步虎吧，可能这个随手被一吃，对，突然发现了问题，然后那一瞬间可能又没有找到当时最好的最强的应对，然后被白棋敏锐的抓住机会，最后以一个结征然后完成了逆转。对，但胜负的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你最后犯了一个错误，可能就把前面的优势啊全部葬送掉了。是的，那这样的话这盘棋呢是顾子豪九段直白，中盘战胜了李轩豪八段可以挺进下一轮。对，那我们看一下之前我们上一盘讲到就是连笑的棋，当时我们觉得是基本十拿九稳了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最终呢确实也是连笑笑到了最后战胜了杨凯文七段，也是挺进了下一轮。这样的话呢上半区呢最终是连笑和顾子豪，而下半区呢是将会在明天进行比赛。对，明天继续进行。对，我们也希望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讲解那么今天的这两盘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明天见。